知道大佩会唱歌，然后会有人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大佩，你要唱歌比讲话好听哎。”我说：“谢谢。那个我们2月15有演出，欢迎来听。今天看到很多熟面孔，又看到一些朋友，很开心。对，说说英雄呢，其实在每一场的演出啊，都会经历一些就是水逆的状况，像刚刚唱的《接地的雨》这首歌。”我们在十月底，对，我们有去有一个音乐季叫 Camp de Amigo， 有人有去吗？现场有谁？啊，有那边，哇，这边就是那个跟我们一起在狂风暴雨当中唱《阶梯的雨》那群人，然后呢，还有在 D 卡上面哦，我们那天就是 Victor 有看到一个。对，就是其实不是 D 卡，就是有看到 LINE 的那个听团的社团，没有人在意，啊、就是反正就有朋友在讨论，然后就说我们那天阿米狗干得很好，很感动，但是，哎，亲友团好吵，就是在那边啦，那个最吵，你看有个人叫肯尼，然后每次都给他一些机会让他有舞台，然后他就要偏偏在上面搞砸，对，很开心，他就是累积了不少我们的粉丝吸过去的，觉得，嘿。那个你还好吗？再等你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乐手老师们。哎呀，这位是秉哈 bass。Peter。Peter Wu。你好。哦，好，是的，对，他很好。鼓手阿松。耶。阿松接下来会非常的忙碌，会开始各种的巡演，之后也会忙《兽兽英雄》的巡演，所以他要先去别人那边地方玩。然后再来呢，是那个政团之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便。你怎么没有声音？那个最大的粉丝在那边想要把你扛走的，刚刚要彩排的时候呢，就一直在那边说，就肯尼就一直在扒他说你会不会冷？他也上不来了。真的，我觉得非常的过分，可恶，我们不能没有小便。可以没有 Victor， 不能没有小便。对，你好了没？好了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？我们现在是三月嘛？好像下个月就跟这首歌买。哎，对。下个月的有一个清明连假嘛，然后呢，我们这首歌叫《透明》，透明的歌曲听起来是个爱情跟踪狂的感觉。对，但它其实背后的故事是。就在讲一只鬼，对，所以你怎么想得出来？没有，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要写阿泰的故事。哦，哎，大家都有看过，对，哦，消失的情人节的阿泰就是爱情跟疯狂，但是呢，后来我们就觉得好，把它写的就是再隐晦一点。那放不下爱情的这一颗心，是不是就像一只鬼魂一直在跟着？所以这首歌《透明》听起来可可爱爱的，但是。也是怎么样？也是蛮有趣的，好听，好的，好，接下来就是透明。